测完了，我通过测谎了吗？通过了。看来陆组长的调查方案也不怎么高明啊。从苏联老大哥进口的测谎仪，你就这么相信他？测谎仪准确率再高，也只不过是台机器，是机器就会有误差，用它来查我。简单点了吧？喏，这是你要的名单。所有参与这次抓捕行动，以及知道这次行动信息的人名，都在里面。要查赶紧查。谢谢。哎，等等。你确定这是所有人的名单吗？难道你觉得我还会包庇谁吗？这很明显啊，这里面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正当，我说过了，我要调查的是每一个人。你连他都要怀疑吗？不可以吗？他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密宝，而且还完全有时间和机会传递密宝，所以，我必须要查。那我也能在第一时间内接触到密宝，也有时间和机会传递密宝，你干脆说我得了。因为我足够了解你。我也足够了解他。是吗？像我了解你一样了解他吗？报告。进来。郑处长，我已经恭候你多时了。啊，雷处长正在向我抗议呢，他不同意我调查你，而且还坚决地反对我给你测谎。我正在跟他说，我说如果郑处长没有问题的话，当然可以通过测谎。你说是吗？测谎原则的第一条就是被测者必须完全自愿。正当，你有权利拒绝测谎。那是当然，不过，如果我是郑处长的话，我一定会接受测谎，能够尽快洗脱嫌疑，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？陆组长，你到底是来麒麟要干什么的？你很清楚，我是来调查我们内部的奸细的。那你觉得？雷叔，谢谢你的信任。我同意测谎，就当是测试一下这台机器。雷处长，我们现在可以工作了吗？现在是夏天吗？不是。你是麒麟窑破译处的负责人吗？是。觉醒者会出现在宁州站的信息，你是在行动前一晚通过延时才得知的吗？是。你对雷处长是否有超越同事之外的情感存在？什么？你对雷霆是否有超越同事之外的情感存在？我们更像是朋友，但仅仅……你只能回答是，或者不是。是。你有没有通过任何方式
将抓捕的消息透露给参与行动之外的任何人？没有。你是否知道，雷处长和我曾经有过婚姻关系？你是否知道，雷婷曾经是我的妻子？